老肖，对于你来讲，接下来你要呈现的是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表演形态。你跟我说你紧张吗？是有点紧张，一直在想东西。齐哥也是一直在鼓励我，一直拍我拍我说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其实他们刚才在讲话的时候都一直在鼓励我，我每一次在台上就对自己很较劲，每次都觉得自己练了很久很久很久，然后每次都自己还挑自己毛病。虽然我们可能真的会没有办法每一次都表现得那么完美，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付出我们所有的努力，很用力很用情，很真心的去把每一个表演做到极致。我就这几年学会一件事，就是放过自己，放过自己，不要对自己这么的严厉严苛吧。对，好，我现在是紧张，是时间真的不够用，但是我会放开来的，还是期待一下。这个表演真的非常特别，四季我们的歌的舞台上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表演形式。两位要带来的是《武家坡》。